我画好了一鸟，你看看好看吗？你怎么摔着了？莫不是年纪大了，站不稳了？你敢打我？陆姨娘，以后的日子可长着呢，我们娘儿俩抬头不见低头见，看谁比较吃亏。林弟，啊，娘亲，你怎么了？刘玲，娘亲你快起来。刘玲，你连娘亲都敢打，你不怕遭雷劈吗？那是你的娘亲，又不是我的。娘，是老板。哟，两位客官吃点什么呀？小店摊子不大，吃食却是很齐全，想吃什么随便挑，随便点。五笼包子，十个油饼，三碗炒饭，两碗豆腐脑。姑娘，当真要吃这么多啊？对啊。来，不过再说。好嘞，好嘞。你看着我干什么？你不吃，小猪也要吃啊。沈大人，您说我们给小猪起个名字好不好？郡主赐便。他那么喜欢叫，要不叫他嗷嗷？这名字有了嘛，姓沈。你看啊，你救了他的性命，就如恩同再造，比你的亲生父母还要亲，所以呢，你自然要姓沈，是不是啊？你看，他都说是嘛，真乖，沈啊，哎，有名字喽。五笼包子来了。哎，米饭给。沈大人。沈大人，沈大人，那你爹不吃，你吃吧。